父亲告儿子弃养，法官揭露背后真相。我要叫父哦，我爸爸告我，老爸那时候跟着这个小三走，这个老爸就说啊，我就中风了，我就没有谋生能力，所以你就必须要来抚养我，我们就去调了劳健保投保记录，他还有投保的记录，证明说他还是有一个工作能力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《振振有词》。